火绽放，挥别2014，101公布最新烟火。白色、红色和蓝色齐发，以旋转的方式在101大楼外绽放跳舞，打破101方形限制，烟火旋转攀升，层次丰富，维持去年的218秒，但过去多半是以树状烟火为主，今年除了传统的扇形图案，多元几何的图形更丰富了民众的视觉感官，多塔尖的设计也会让民众耳目一新。这是有史以来我们在塔尖上面释放最多烟火的一次，最高应该可以达到600米左右。所以我也听说，就是说有些人要用这个高空摄影机去拍。为了不让民众的满心期待落空，101正加紧脚步赶制烟火，从点货、配色到组装，通通不马虎。101第三度和法国团队合作。五光十色，看得让人目不转睛。曾经为世界第一高楼杜拜哈利法塔设计烟火的 Group F，绚烂的埃菲尔铁塔也出自他们之手，整体优雅细腻就是 Group F 的代名词。三度合作，风其实的对我们来讲的确是比较大的挑战，不过我觉得雨的部分倒是还好。101推出烟火的数位地图，最佳观赏点包括彩虹桥、象山、松烟和国父纪念馆，都能看到美丽的烟火。101挂胸脯保证跨年当天绝对惊艳。三新闻林翔的庄丽轩台北报道。